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《适当聚焦》，彭经伟是现身。昨天我们说的彭经伟。 我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介绍很清楚，我说这件事情呢，其实在去年就有谈过，四五月份，那我们我跟大家解释了我的我的态度跟来龙去脉，而且也也解释这件事情，对吧？很多人去用了卡尔松的话，但卡尔松那话本身他自己根本我都查不着没有，有人盗用他的名字，而在今天的很多大陆人的朋友里面，太习惯爆料。 太想听爆料了，我你别介意啊，爆你个大头鬼呀、啊！骗子太多，对吧？都、呃、何必呢？哎呦，我说你难听话，何必呢？一个大老爷们干这事干嘛呀？所以这个这个事呢，就就比较有趣了。所以我们昨天讲过了，所以我当时跟大家解释，董经纬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不好说，但是呢。 借助卡尔松那句话，那那个说法肯定是假的，而最早的原处是来自于打那那爷们儿打打棒球的，后来转头做记者，然后呢，然后是这个啊德国普利策奖。这件事情的出现是今天是六月十九号，六月十八号。这件事情当时再次被挑起来是六月三号，六月三号他发了很多推文，到六月四号，后来呢？ 他就说他他的透过他的一个内线来的，结果在英文的媒，英文的推特上引起了一些轰动，然后有人在推特上就追他，追追追给那爷们追急了，把整个一天的六月三号吧大概是，一天的推文全给删了。你何必呢？呃，我我说句难听话，真的何必？呢？所以就说这是最高级别的叛逃。 那我们没给大家肯定，也没给否定，但是我跟大家展示我，我当我知道当时真实的状况，还谈到他的女儿，然后有说他女儿是嫁给蚂蚁金服了，我还我还是说这话，爆料没有任何意义。呃，作为中国人，请你有一些思想，有一些想法，有一些尊严。我觉得是这样。结果这件事情呢？ 在此之前，很多人讨论过，啊、呃，也也这么说过，那么说过，结果都没有讲述。呃，结果 Twitter 上是有一个韩练海，韩练海比较有名，大陆人。韩练海呢，呃，说那意思是，他最早听到这个消息。而韩练海呢，在后来在 Twitter，当这一件事情出来之后，就今天呢，韩练海在 Twitter 上也就打哈哈了，说我也是听来的，也就打哈哈了。韩练海是。 是八九六四跑出来的，呃，这么个人，那他是经常也报一些这些东西，那我们个人很少，我个人很少用，啊，很少用，因为我就是跟大家解释没有意义，而且佐证不出来。但这一次的波动是拴在卡尔松身上，卡尔松的说，卡尔松说的时候是六月五号，而真正最早是那样说的，所以那中文媒体。 这是台湾媒体，我跟你讲，真不咋地，他妈瞎来就，骗子瞎来。你说他有意骗吗？我觉得不是，他就他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，要弄出点儿拉那嘎子屎呢。你看我这屎跟你那屎就不一样，废什么话？谁跟谁拉的屎都不一样，他非说他那个屎味道不同，就跟他尝过似的，根本没法弄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先今天对很多朋友。 对你的考验，很多朋友在我节目下留言，有来道去的，就相信那些，但他都没有来处你何必呢？我我只是说这些好心人，那有些明显的是不是好心人？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不是个东西啊、哦！那我基本都给他，你你该上哪玩上哪玩，你别跟我这儿捣乱，对吧？那这个这件事情就是说，今天他主持了一场反间谍的会座谈会。 谈到境外势力、间谍机关对中共国的颠覆渗透明显增加，呃，甚至呢要抓内奸，因为抓幕后金主、抓内奸、抓幕后金主。他这话是话里有话了。幕后金主呢，就是说有些人是国内的，在国内弄了钱了，然后扔到往海外弄，支持那些支持那些在海外反对中共的人啊。大概我想也就这个了。 他引述了很长的一段话，呃，但是这里面比较蹊跷，就是没有照片，现场没有任何视频，没有任何照片，只有文字报道。那只有文字报道里头就有掺假的成分，有大量掺假的成分在其中。在我个人的，我个人因为因为他在国安的国安部的这个副部长本身，他的名单都没了，所以在我个人眼睛里呢，在我看到今天看到这段故事呢。 那董经纬有可能出事了，就是说扣了他了，啊，他真正可能是被被被习近平给扣了，不信他的。但是呢，你说他还有没有生路呢？有，就是还没有完全定性。董经纬的露面就像马云前两前一段两一个月前露面类似，他失去了自由，他只能去说让他说的话。 或者说，就像石正丽接受《纽约邮报》《纽约时报》专访的时候，他不露面，他可以写电子邮件，一切否定，类似这些人，可以习近平可以随时杀掉他们，可以随时灭掉他们的口。但是呢，习近平做法又没有给他们定性，所以他们为了求得自己一线生路。 要完全满足习近平的要求，满足国家要求是满足习近平的要求，这国家是他的，所以，在文字编述上，在他的发言稿上随便这么说，他有没有发言，有没有这场会议，没有人去解释，不需要有的，只要他宣布有就有了。所以我个人更倾向的，其实董经伟可能出事了，因为他有一个风险，如果董经伟真的跑出来了。 如果董这也有可能啊，董经纬真的跑出来了，那以这样的方式来报道董经纬在主持会议的话，今天，嗯那那钟大海不是疯子就是傻子，要不然就是到处甩鼻涕的，因为你禁不住，如果他人在外，你这么说来证明他没有跑出去的话，他想不出来，就是是就是不正常的人都不会这么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我们想这个基点。 也正是说，当这样的报道一个确认，在他在对方的角度来讲，在习近平角度来讲，董经纬没有出来，但是也没有自由。啊、呃，我眼睛里是这，没有出来也没有自由。那董经纬在党的光辉光环之下，他要发挥他他应有的作用，只要没有宣布一天，他依然是公安部的副部长。所以。 可能是这，当然也可能事情的复杂性超过我们认知的。也可能今天啊，包括习近平呆傻呆年的状况呢，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，这都有可能。那也确实是我们昨天报道之后，他今天就露面了。前头很多人报道他没露面，因为我们我在说董经纬这件事情，其实是在。 自媒体当中很靠后的了，在新在新闻媒体当中都是很靠后的了，呃，原因就是我没把它当回事儿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